哦，行不行，大哥？我靠！我让你显得爷们一点，你怎么显得有点像个娘们了？对头发有什么想法？留个长一点、帅一点的，爷们一点的。你这，我感觉还挺爷们的呀。长发一点，娘。我看你穿那个裤子、那个内衣也。本命年，本命年。那个，你意思就是不要这么长了？对对对。其实你长得是挺秀气的，就吃了有点偏微胖了，这个地方就宽一点了，是吧？对，这窄的。其实你不太适合太短了，头发太短的话，因为你如果剪短的话，就显得这个地方头顶是尖的，还是偏长一点，但是不要这么长了。然后两侧的话，怎样给它修的自然一点，修掉就行了，好吧？看您了。然后但是还得保留一些厚度。然后上面的话，我给它做的还是偏港风那种吧，黄棕色那种感觉。行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交给我了。